哦，同事们基本上都是女孩子好，嘛，我们今他们天基来本上都看是一有。个帅哥的脚。这个帅哥的脚，他因为他的指头都非常非常大，所以导致他这个关节比较挤。然后这里第五指这里内侧长了一个鸡眼，然后第四指这里呢也长了一个鸡眼呢。然后这边的脚这里呢也是内侧第四指这里也长了一个鸡眼。男的长鸡眼是很少很少见的，他主要是他的指头比较大，然后呢。穿每因为上班原因要穿皮鞋，所以搞得他这个脚挤得很。等会儿我给他修一下，好吧。鸡眼外面一圈都是硬的，然后把外面修了之后，它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形状像鸡的眼睛一样的发白。这个发白的地方主要就是摩擦，它缺血，血液循环不好。这是外面一层。给你稍微把它挑一挑啊，疼你就说啊。这个鸡眼因为嵌入到这个皮肤里面，我们也不能修多，修多了它就流血，流血了之后你再一磨，它这个位置就容易发炎，所以我们也只能修修表面。啊，再修这里，这里都磨肿了。这里磨的都是茧，好硬。那因为这里第四指的第二关节和这个第五指这里，它这样一挤，它就会长东西的。慢慢的时间长了之后就变成鸡眼。你就是要把这个地方隔开，不要让它挤压，它就不会长。修了，你能明显看我出来说啊，拔里面鸡有眼的鸡眼，脚，他们然后把这边鸡眼也拔给它下修了一个洞洞，小鸡眼。啊，这边。也修了一个小洞洞，看着就疼。